Oh, what a healthy look. 左手飘来右手传，回族翻脸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计划菜谱香一夜，粉丝送来帝王蟹，清蒸保留海鲜味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开干！今天收到个大包裹，大到离谱，抱都抱不动。这个包裹是粉丝寄过来的，感谢这位粉丝啊，破费了，破费了。哇塞，这叫传说中的大牌啊！环球炮，环球炮，哎，这个炮一炮不是环球炮的，一定是环球炮。小炮还是环球炮，这个炮不是的。哎，不动呢？看到颜色的时候还动的哈。耶！哎呦，好扎手，哎呦，全身都是，哎呦，看还能不能抢救过来？加点水。也硬是不动了。这也不能够人工呼吸噻，咱嘴巴了这是，哎。这个炮海背后全是刀子啊，非常的锋利。这个大炮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，说来都惭愧。这个蝎鳍是软的哈。跟其他炮还是不一样，其他炮是绑硬的。你们看这个钳子啊，一个大一个小，这个估计是来吃饭的，这个是来打架的。哎，那哪个手是用来点赞的？好像在你们手里面哈。用刷子杆洗个澡，刚刚发现还有伙鲍鱼在里边。这个粉丝朋友太用心了，再一次感谢。这些鲍鱼都还是活的哈，还粘你的。切点姜片葱段，用来垫底啊。盘底垫着葱段。姜片放入泡海，给它摆个造型，再放点姜片，葱段。阿哥点火，要点开干。加入清水，放入姜丝，先烧开，放入蒸格，放入泡海。哎呦。上锅以后蒸十五分钟就差不多了，切点姜丝，扒海内都偏凉性哈，吃的时候放点生姜驱寒，切成可可。现在调料子，香醋、姜末、蒸鱼豉油一点点，再调一个香醋、芥末。今天我们就调这两个口味，鸡翅一道，开锅。哇塞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漂亮了，哦，天，哎，哦，好烫！就这个清蒸帝王蟹，我厚几点皮？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，么么哒！来哟，亲哦！要得，很干。啊，我没见过啊。嗯，从来没见到过。我都是头一回。哦，这个帝王蟹听他们说全部吃腿腿啊，这个壳壳里面没得肉的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就品尝这个壳壳，从我下刀子。真不赖，没吃过，没玩过这种格调。哇塞，这个肉好饱满，拿它蘸一下这个，蘸这个，裹满嘛，裹满嘛，裹满。我上这个节目，好香哦！哎呀，这个节目不了，啊，对吧？好耶！海鲜，顶级海鲜就是了。我尝这个。这个好点，做节目有点冲。你上班做节目吗？对啊。眼睛都要呛出来。哦，哇塞，好肥肉。来，我你要飘过来弄，我小点给你。飘过来挖就吃。哎呀，看得贵。那么跑嘛，看跑，那么跑就吃。哇，你看这边肉还紧一点啊，看到没？嗯。其实这个原味的好吃啊，原味已经有咸味了哈，就是海里面生长的。这个吃的好吃啊，这个扎手的很啊。哎呦，你专门给我剥就爽了，幸福了哈就。哦哦哦！嗯嗯，头回吃那么大盘啊！哎呀！爱不？好，我爱吃猪心骨，从来没吃过。必须合适，好多肉。以前我吹了个牛哈，我说我成了大胃后，也来买个帝王蟹吃啊。结果这个愿望粉丝帮我实现了，感谢这个粉丝啊。但是我给你整点我们这儿特产，回礼哈，回礼。来，把这个盖盖打开，一起做蒸笼。哦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，我全是这个叫啥呢？叫膏啊。哎呀，这是胃，这个是胃不能吃啊。这个里边东西全部可以吃的哈，给我试啊。
오. 나는 좋아. 땡이거. 剩下的就给小米啦和屋里面的人啊留着哈，他们都没吃过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也喜欢我，弄点喜欢弄没。我是阿面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左手飘来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子还没得点鱼吃过，前两天我们采购了一批库存鲫鱼，已经养了两天了，再不弄来吃就饿火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带份酸菜，做个酸菜鲫鱼。看看，准备群鲫鱼，因为是库存鱼，所以只有自己打针了哈。 去做肚子里面的黑膜，就这个黑膜腥得很哈。鱼身上盖花灯，腌制好入味。先用米饲了放腌制一下，盐巴、葱姜、料酒。 基础葱姜汁，左手搅拌均匀，腌制15分钟。先准备点酸菜，切好，切成粗粗的细丝。切两个泡姜，泡姜提味。大蒜一个，切成火锅。 干海椒切成球球，等一下淋油用。烧油，油温起热，下油再哈。下锅先别翻动它，让那边煎到了以后再翻过来。下边煎到了就可以翻动了哈。还是要轻轻的哈，避免翻烂。炸到两面金黄，捞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再放点猪油。 吃鱼要混合，要巴适啊！油温六十，下入草料，炒干水蟹出来香味哈。炒出香味后加水，烧开后熬2分钟，熬出香味。熬2分钟以后下入鲫鱼。 下锅后，如果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哈，让它回软入味。放入葱姜，要得了，起锅。放入干海椒蒜末，葱花儿，花椒，油温90度，淋油。来，往后整个，要得海椒。哎，这个汤蛮火，就巴适，先吃鱼，鱼吃得火汤，还有点吃。好久没吃鱼了哈，今天咱们没得了吃过。酸菜鲫鱼果然比酸菜其他鱼好吃啊，就更鲜哈。 虽然我们做段位这种小吃都不用吐了，主要还是蘸锅原因哈，是比大鱼好吃个，细嫩的多个，嗯。
这个酸菜吃起巴适的哈。酸菜。嗯。那手好巴适。哦。那个鱼好吃啊。他那个上回买了一千鱼六块斤，我八十个。嗯。六块斤，我上次三十块钱买了六，好几啊？六斤鱼啊，五块斤。然后一斤鱼吃八十了哈。我们再准备跟碗里排骨儿，舀点汤来喝，用来泡饭下饭的很啊。嗯。我也比较油，你吃油很了不得。我们扛得住。嗯。拌饭菜都不用哈，这个，嗯，好的，哦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们，可以来选富龙车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虎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